人这一辈子无非就是个过程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得一些什么，失一些什么，顺其自然，随遇而安，学会释怀吧，老天自有安排，吃了就吃了，不要去后悔，爱了就爱了，不要去猜疑，散了就散了，不要去诋毁。当你在高处的时候，你的朋友知道你是谁，当你坠落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你的朋友是谁。你可能在一个人面前一文不值，却在另一个人面前是无价之宝。遇到爱你的人，学会感恩；遇到你爱的人，学会付出；遇到嫉妒你的人，学会低调；遇到你嫉妒的人，学会转化。任何事，任何人，都会成为过去，不要跟他过不去。如果你抓不住，就要适时放手。现在过的每一天，都是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，请不要老得太快，却明白得太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